大家好，真的好累，好困哦，怎么办？我最近真的是弄影片的东西，都弄到很晚。今天还有木偶的影片要看一下好啦，昨天有一个友人场，我就是解任务的那个啊，房号是89888，没有拿来 拿来实况，很可惜。你喜欢片头片尾都是木偶用的啊？片头是老居用的，然后木偶帮我找音乐的，因为老居已经其实给那个片头很久了，我只挑不到合适的音乐。怎么讲？我就是很不会挑说啊，这个适合什么啊？这个又是适合什么东西的？那都是老居给了之后，我就跟木偶说：“木偶怎么办？你帮我弄这个。”然后他就去找音乐。就马上就挑了一个，在弄好之后，影片剪出来，我说：“好适合哦。”然后就之后就拿来用了。嗨，大才，血流成河也是麻将的一种玩法，怎么玩？拿牌子互打吗？我现在想到就是这个，你们是干嘛？大才还没出门，那你要去哪里？大才想今天想去哪玩？大才今晚想去哪？你那个大财的大，如果多一横的话，变成天才。是天才麻将少女的才。平安安啊，非常安啊，好啊！我要出门存钱，存什么钱？开始想存钱了吗？哭啊！哭啊！我们的大财想存钱，血流成河是门。等，我现在没空看。血流成河是门，缺一门，缺一门是什么？可以糊很多次，并且没有人背的哦。这个我知道，可以一直糊的嘛。那个我知道。大才更想要花钱啊！我也想啊。我靠！你听这么久哦、喔。而且，怎么讲？那算古意吗？你把没有的牌型讲在这边，我觉得你要不要再去冷静个300秒啊？你可不可以不要
突然蹦出一些很难让人家接话的。等一下，还有什么？好，知道你是好心呐、啊，没事没事，没事哦。广告。有人要吗？好，安安，英群安安，哇哦！好痛啊、哦！哎、欸，打招呼一次打完没有听到吗？你这样会被，你这样被 ban 哦。啊，我让你先冷静一下好了，让你知道下次不能这样做了。有听懂吗？打招呼一次哦，一次哦，一次哦。啊，爬段位，不是啊，他们都说爬段位，段位越高，鸡鸡越小啊。利恩安安，斯兰克吗？我没看清楚，等一下，结束了。太无情了吧！被两个兔窝的厮杀成这样。好啦，感谢啦。谁？谁在挥我？哇，你真的换了哎！帅哥，帅哥。哦，你有八宝牌。哦，你是六条那个吗？好，拜拜。是不是很好看？很好看啊。欸，我还是喜欢白板那个欸。你知道我在讲哪一只吗？就戴眼镜很像执事的那一位。谁在我旁边是挥舞旗啊？吵死了。
我先把魔力的音乐关掉。音乐。好了。生蚝，对对对对对，就是生蚝啊，澳洲加白板啊。不是听六万啊，你我说你手上是不是有六条？对啊，是问这个啦。还有头框，完了，我要封锁你了，我要让你永远不能在我的聊天室里面贴。来啊，来抢啊！啊！抽出了棒棒糖限定，你说团子吗？你说荔枝棒吗？给你。你抽角色，你不是还是小朋友吗？不是小朋友，你不是还是学生吗？五月安安，别讲了，那礼拜六还礼拜天，我抽也没抽到啊。哇！等一下，我要把声音调大。你这个声音就好多了嘛，选那个什么大叔的。没有干花的无过桌，那真的是要重来了，可是投胎了，那种干不好，又没有钱，不是干不好，不够干。我那么好。
海底捞月。为什么？リーチ、イツ、ドラニ、ドラ、ハネマン。哇，你们听不到金的声音了。拜拜。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走开，走开，走开。下次再来。你有一个大梦想。哎、欸，大彩，感谢 Super Gain 哦，感谢感谢。等一下，你应该不是大彩吧？你 是改过名字的、啊？没有啊，这个不可能是大彩的啊。我有一个大梦想，你有一个梦想吗？啊，你要改名字啊？哎、欸，两个梦想哎、欸，好了，出发了。哇！最佳那只角色是谁？天江一啊，日麻少女的、啊。海底捞月那一位啊，是不是很香啊？什么东西？哇哦！哎、欸，我还是不知道厌烦是什么、欸。我看一下哈，厌烦，厌烦，三千。会讲话哎、欸，哦。
金斧、ドラ。我当时也本来想说是，啊，你们在跟我讲宝可梦吗？立直的牌等于和别人的牌，啊，你是说人家丢出立直就是被和掉吗？丢出粒子被合走那种意思吗？好，了解，了解。是有打算之后，如果修罗场结束后开个有古意的啊，不然每次都一玩三不知。来吧。いらないな。就是你了，麦当劳。谁是池田喵？水，一下狼，砰！啊！想说奇怪，我记得是听这个啊，怎么点不到？风乐高中的主将，我去查一下，我忘记是谁。池田喵，哦，是他哦，他不是被。不是，也不是被羞辱，被欺负的很可怜吗？最后越糊越大的那一位。哦，你我想封那个哦哦哦哦哦哦，白鸡哦。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いかないよ、ちゃん。对面很可怕。没事啦。我不要来自拍就好了啊！没事啦，先走了啦。微笑哟，如花你有上吗？快逃啊！快逃啊！地球不能待了啊！快逃啊！哎，居然没听。三色同順、ドラ。ドラ猫ドラ猫哎、欸、这牌很好耶、欸、好
不对不对不对，这样子。哎，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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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要七队。没有，差一点点。那玩这个都要玩心理战，这样不是想说要做什么，还是要想对方会给我什么牌。要打出就是九哎。给我啦，交出来，让我走，让我走，我要走。人对对啦，七太难了。嗯，居然可以撑到东三局。会觉得今天的片头很好，真的很好看、啊。耶，赚到了一个团子，赚到了团子，我去旁边吃。去找。不知道日麻的歌有没有版权、欸？天才麻将到摸牌一卷。嘟噜噔噔，嘟噜噔噔。没有哎、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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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开房先开三哥的修罗哦，哎，信第一次开房哦，71070，他打过的要跟他玩的可以先去玩哦，71070，拐腰洞拐洞，因为之前蔡渣在玩那个日麻的时候。然后轮到他要听牌还是什么，他就去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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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四案课，结果一张都没有。你是谁？啊，四宝牌。你这字幕应该有8000吧？你只能。啊、结果没字幕、啊、结果没听牌，哇，害我吓到。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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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这样啦，这样子啦，有点爽耶，怎么办？啊，你还是要出去啦。我只是说声音很好听，奇怪。我现在才发现上下家都是梦想。上下，对啊，我刚刚有说啊，我一开始就跟你讲啊，哎、欸，这是不是你呀、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后面就补了一句，哎、欸，都是梦想哎、欸，对啊，到处都有梦想。你有个梦想吗？我一个大梦想，我都觉得他们是串通好的进来，知道吗？
你敢帮我下吗？然后这时候要巴斯光年跟那个胡迪的那个那张梗图有没有？你我一个大梦想，梦想到处都是梦想。那时候你吃的广告听到后面了，哦，那广告坏坏，坏广告。噔噔噔，那这个是厌烦对不对？还不是？来再打一次。哦，这一局这么可爱啊！哎呀，对，准备抢房喽，东四了，大概就是被唬走了，或有人结束之后就可以开始准备了。看。教主笑得好开心，笑一下，玩游戏就是要开心啊。哎，我最近有发现的话，就最近不是有木偶帮我剪片嘛，就是早上一部的是木偶剪的，然后晚上的一部是我自己剪的嘛。那就是在这之中就是要审影片啊，要怎样的。就最近很没有时间做很多事情。对不起对不起。修罗就是要梦想，我觉得有对对就是梦想了啊。没有啦，你看就是要陪你们进来，你们想想就是你们要陪我进来录影一样啊。我需要一些题材，然后那些题材是要靠你们来发挥。哦，你们都好乖哦，出去了，感谢两位梦想，还有陆雪吗？还是雪陆？感谢。哎，走喽，海风不会打牌，不会打牌，我就把你踢喽。还是你要改说，海风不会按开始。场外修罗38200，感谢道东市哦，无名你在里面是不是？这是结婚后的不是吗？优花安安，你按了没有啊？你就是要再按一次嘛，你就听我讲，因为有些显示 bug。啊，我想说其中一个梦想，我记得是有跟我玩过的。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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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对啊，会显示 bug。哎呀，差一丢丢。你有梦想吗？是我哦。无名有梦想吗？你要改这个名字。痛了啊，没有再客气的啊。初学者骗人的啦。欸，可能真的是哦。你看看，他可能真的是为了打日马才来玩的。你看他有人抢才到这边，这是有可能的哦。我觉得他是为了游戏啊，他就跟我认识的那个朋友一样嘛。这游戏就是要花得开心。
对不对？大才，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一个忘记是谁，他说他雀魂是为了我宰的。对啊，这游戏就养女儿啊。欸，最近的我后来发现我光遇嘛不是养老游戏了，欸，我发现它根本就是也是养女儿游戏，就把你的角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是我玩光遇的，人家问我说光遇在玩什么，我就这样回他了。话说抢到房有什么规则吗？没有，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因为修罗，但还是希望大家做梦想牌嘛。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梦想，就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你有三次的梦想机会。刚入光遇坑，然后想要的发型要氪金，哪一个发型啊？怎么办？那个机子没有在看台吧？如果那位机子你有在看台的话，我们在准备跑图咯。你有听到的话可以来哦。你就真的是初学者啊？那个是你哦，这是你哦，你还凑到这只角色哦，哇！花圈的那个发型哦，你说重组技吗？可是重组技你不用花，只要刻那个就可以了啊，刻季票就好了。我机子上了嘞，哦。光遇好玩。我觉得我当时以我当时应该说上个月之前的对于光遇的看法，就是真的是哇，这里是哪里，然后就是一脸一直哇哇哇哇哇就被带着走带着走，完全不知道在干嘛。那最近开始跟优花他们跑图之后，我就会知道说哇，原来光遇这么复杂啊。这是我对光遇的心得。你可以想得很简单，也可以想得很复杂，可是会有点亏，因为前面每日的祭蜡就是没有。对啊，我也是。什么谁？五月安安？哦，不，五月说谁？什么？光遇玩什么的？逛街、养老、吃蜡烛，反正在里面是8888888888的游戏。我完蛋了，打错牌了。你玩光遇玩到肝快没了，那表示你的肝很不健康哦。然后是因为之前一直都是他们在跑，然后我都是在当所谓的充电宝嘛，就是跟在人家后面，然后人家在跑，我跟在后面跑这样子。然后是直到最近开始有想要的东西之后，就会去好奇去问说那个怎么来。然后就是我们每天说的跑图就是要去收集蜡烛，那你收集蜡烛
就比如说你去收集个，收集一块钱好了，然后收集到一定金额后，你可以换成十块钱。那很多东西是要用十块钱才能去买，啊，有些东西用一块钱买这样子。啊，比如说就是用台币去换美那个日币，啊，有些东西要用日币才能玩，有些要用台币才能买。那现在，白痴啊，在哪里？那现在就是，在这个现在状况就是我开始知道之后才知道，那些蜡烛跟爱心会想要用，因为之前不知道。然后就是别人要什么解锁好友什么就去解锁。你现在就在宝图，哎，基本上只要开发公司，你要交友吧？结束了，太无情了吧？三安克，我断了。感谢西雨梨，感谢蒂恩，感谢海风，感谢喽。来，又来一个会长了。哎哎，默默跑了，空白绝不会败呗。那个游戏人生嘛，广告。你想换乐器为了躲龙？你要爱心吗？我可以陪你护心啊。那蚊子要不要加我好友？只是我真的是很烂哦，我真的是哦。刚刚会聊到剪片那个东西，就是因为我真的是没有空再玩光遇了。就我连上线当充电宝的资格都快没有了，因为我一剪片剪到会忘，就是太专注嘛，专注到就是。优花他们在等我，好像已经不小心过了两三分钟。然后我回过神来，我是整个吓到、喔，我是整个吓到跳起来，想马上打道歉。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简单忘记了之类的。缺队友，缺友。好，你晚点要不要贴在兔窝迪西？我晚点去那边看。啊，你断线了哦、喔。还是等一下Momo先进来，在Momo来之前进来的我通通踢掉，这样好不好？对你够好了吧？这是我很少对人的待遇哦。Hello, crazy 挖挖什么？可是在这之前我连乐器怎么换都不知道。那个你去找只要能坐下的乐器的那个先祖，你去跟他解锁。就你去每个你禁欲好了，你去那个啊最右边的视频的那个嘛那个房间，你就去点你喜欢的乐器，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是哪个地图的哪个 NPC 会解锁。我当时会解锁钢琴是因为爆炸头的 NPC 刚好是钢琴，那因为那时候我跟黑糖他们就是一个要解锁是爆炸头，然后我就带着爆炸头，然后就看了一下，哦，刚好是钢琴，就一路解完了。繁星，你有没有去试试看看观众的牌谱，可以用来剪辑？有啊，有些感谢某某的超级留言。有些观众的我有剪进去啊，像天河的那一场我就点进去了、
分先出了团子，那么大哦、喔！感谢超级留言，那么大哦、喔！不是啊，他就是给我这种牌，我就只能扔掉啊！国士无双。71010，71070缺一哦。噔噔噔噔噔噔噔。有那时候想说，老G你绿绿的时候，以为他是刚好碰了两个，只是他刚好有的牌啊，殊不知真的是绿一色，真的是很恐怖欸。哦，这是英镑哦，感谢大干妈，我可以叫你一声妈了，对不对，妈妈？对啊，爆炸头很可爱。你太慢进那个我们的幼稚园群，因为那时候稍早我们啊，你去看黑糖有分享，就是一群爆炸头，然后是戴着那个矮人面具的爆炸头。我们就他就是一群在那边遛龙，没什么，看来没办法玩了。家里的网络大爆炸，我自己用手机分享 WiFi 也爆炸，没事，我开日麻的机会还很多，不要难过，真的不要难过了。玩这游戏，吃。我不吃车。就是对啊，陈燕你有没有好友啊？你是不是有跟于娜在玩？然后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于娜带你去跑那个升华吗还是什么，就是你的蜡烛，就是要么你用肝去换出来，要么就是用台币嘛。你只要有努力，就有那个就有蜡烛。但他前面几次蜡烛都有那种加倍，比如说金钱加倍，会加倍几次这样子。然后加倍完之后就会比较少，很多人都是跑完那个少的那一部分就没有了。临时有事先下，好耶，拜拜，好耶，晚安。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可恶，我网络不太好，延迟好多。没事，讲话看起来很无力。没事，后面会越来越少。对啊，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蜡烛左上角有个那个朝上的箭头？那通常他们像冰沙吧，他也是说他那个箭头拿完之后就不会想再跑了，因为。你越后面就是你要越努力才能拿到啊，比如你前面时薪一小时300是有算在加倍里面，那当你做了三个小时后，里面后面时薪就是一个小时100，懂吗？所以你如果要弥补那300回来的话，你是要多做三个小时，所以你要这样更努力。我也很谢谢利恩呢，每次都给我爱心，是找不到机会上线去抱抱你，因为有几个真的是持续的一直给我爱心，然后我就觉得哇，
我真的是很幸福哎、欸。看向你的肝，不会啦，其实，对不起，我也不敢讲什么，会啦，我也不能想这游戏真的是慢慢玩就可以了，没有哎、欸，慢慢玩你喜欢的发型什么东西你是拿不到的呢，很羡慕那种蜡烛很多的人，所以我就跟你讲，我那天不是跟你讲了，你如果蜡烛不够，你不用再给我爱心了啊，因为每次给爱心。所以可以戳戳我的光遇好友吗？可以啊，你可以请你不然你叫你把那个连结给于娜，然后叫于娜私讯我，可以吗？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跑图很棒，那个讲跑图很棒的、啊，他就是我这一个诶、欸、这半个月的车长，我最近都是贴着他在跑，他就带着我跑，然后我都有片，对啊，立即立即换我立即的。抱歉，空白你要拜杯了。你的十一番变成四千，没办法，自摸就是这么。至少，你想一下，至少你总比你后面拿到一千好吧？你多拿了三千呢、欸，完了，结束了，太无情了。路段幺九啊。断腰，我、哦、没有，完了，被500块炸死了、好啦，感谢明沃，感谢空白不会败北，感谢意林，感谢，哎、欸，某某进来才能玩哦，你们那些，好，去死吧，好，有了，啊，这个你，好，这边才算，公平，好，你们等一下再跑一次，刚刚我讲好规则的哦。我有记得哦，你们这些偷跑进来的，那些没听到的不能怪我，我都有讲哦，大家都有听到哦，你们都有听到哦。你被繁星踢啊？不是，我刚刚讲某某进来之后才能进来，你们这些提早跑进来的，那、啊、就欠踢嘛。我有讲哦。我有讲哦、喔，啊，感谢小乐夜蓝风神，你看某某，我让你进来了，好啦，忘了，是不是不能怪我、喔？对不起，500炸了，没事，只怪我，只怪我刚刚炸了他，我刚抽了他的。哦，还有，我晚点，我之后啊，如果你们想去那个办公室，我可以带路了。我今天跑去买了900块。990块台币的披风，很贵。雅图姆表示有1000打过10000的哦，对啊，那个标题那时候的那个标题就是1000 vs 10000。哎、欸，我那时候其实那一集，我觉得奈亚很可怜呢。我觉得奈亚真的只是他本性不坏，你懂吗？我那时候看到那一集，我觉得奈亚最后手足无措的时候，我看到很为他感到心疼，很难过哎。
你们会有那种感觉吗？看那一集的时候，他不是说只剩下一回合，又把那个三合那个什么青眼救急龙解除融合之后，那个手足无措的感觉。准备打法王，眼镜子不掉，你要打法王了、喔。你选择乐器可是听不到，什么意思？哦，一百啊，讲错了，对不起。那你会为了雨而难过吗？不会啊，他就鸡掰，他就鸡掰啊。他那个贱贱的脸，看了就讨厌。没办法，我这个人很双标。你是要为了学功反哦、喔？那你晚点还要打吗？因为改宠一等需要开启这啊？你是说虎人吗？猫人吗？我也要猫人。对啊，那个五月你有把音效关掉？走啦，我们去打尤大了啦。我好期待我们之后打尤大会怎样，我一定要开台打。你那边是啊？你想一下哦，你男角女角都有，屁博士都男角吧？啊，我都女角，那应该可以分两团了、啊。明天一起开台打，55打尤大吗？尤大不是60比较稳吗？还是我记错55就可以？好啊，来打来打来打，三男两女啊，我三女嘛，我三女就是你这边啊，再找两男就好了啊。只要我不飞走都可以再爬起来的。我是比较担心我的忍者嘛，所以我才想去学个功反啊。欸，对啊，我觉得乐器改了之后听不太到声音，欸，我好难过哦。哦，你是说预览不能听哦？哦，是啊。然后不能带水料会被收走，对啊，就只能靠城内的人送上去给你们，不是吗？能靠重游。你没有关音乐，那你音乐开到最大。我等一下可能高几率会站离，我肚子有点痛，我是不是青草茶害的？
哎、欸，除了攻反魔反跟吸血魔法就没了，对不对？哎、欸，我其实有点后悔我的故事学魔法吸收、欸，哎，我没有练魔宠，也没有练魔什么角色的，我应该学攻吸，然后格斗学崩击去崩我的忍者这样子。噔噔噔。感谢佩林的50万，感谢佩林的50块。理解呀，理解。我本来是想要同顺的啦，可是现在肚子好痛。魔法真的现在，哎，我原本。不是跟那个碧博一起改的那个换歌妖吗？然后那时候我的魔跟敏档次比他高嘛，比他好看。结果伟伟说网络上已经有些人有那个，网络上已经有人有那个一些数据了嘛，结果他测完之后是16档耶，我好难过、哦。16档欸，我想说就是为了他学了摩西这样子，结果测完之后啊、哦、16档不恶心人长，哇你也很惨欸。那已经确定那些档数是正常的了吗？正确的了吗？很难过欸。哎、欸，那个陈烨的那个，你再麻烦你帮我用一下。啊，蚊子的话，你就贴在实况区。蚊子，你那个好友贴在实况区。当做植物系螳螂羊哦，但是能力还是比螳螂好吗？我现在还不知道练什么虫耶，虽然伟伟有丢一些档数不错的给我，可是我想要练一些比较特别的。没，你也可以吗？我不知道你有在图窝里面呢、啊，可以的话你就贴啊。前锋安安，还变烂了。你就贴啊！你们现在还在跑吗？我可以跟吗？欸，算在跑吧。你要不要现在过来？我们在圆梦村。现在机车车长在圆梦村。欸，车长，等一下五月想跟哦，可以吗，车长？老师安安，红月安安，红月老师安安。红花少女安安。
哎、欸，老师，老师，我跟你讲哦、喔，水试炼我跑得很快哦、喔，我超强的了哦、喔。干嘛讲那么多事？因为我忘记要讲什么啊！哎、欸，老师，老师，我忘记要讲什么、欸？哎，老师，哎、欸，这老师很凶哎、欸，干嘛干嘛挂嘴边的？还是你要来教我们跳那个 ？Go 发射！七。嗯，这样你们也可以加。其实我不知道哎、欸，我怕就是说你们其实不想认识太多人，然后我还很白目的在这边当媒婆说，哎、欸，你们去加一下，认识一下之类的啊。然后怕因为这样子搞得说，好像你们一开始没有想要认识太不认识的人，然后就被我这样子乱搞之后变得很尴尬，懂吗？那、欸、其实这两天吧，我都有叫优花他们去认识很多我身边的人。在哪里？我看一下。哎、欸，五月，哎、欸，五月，五月，五月上车，五月上车。那优花，你帮我记一下，就是五月他云梦尊之前没有跑，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们的五月同学现在才赶到，搭到校车。五月牵手，五月，五月牵手。牵不到五月的手啦，五月猎球啦，哎手，等到那个职位曲上面可以实况光遇的话，我就直接用职位曲实况给你们看我在干嘛。就是真的整天看到我是在里面睡觉，然后被人家牵着走那种感觉。我跟你讲哦，老师从来没发过好棒棒贴纸，整天都是在用我要没收你的好棒棒贴纸，每次都这样子威胁我们，但他从来没有真的发过贴纸，我很难过。你看、喔、现在聊天室嘛，陈夜有玩，然后红月、五月、两个月、月月、余娜、幽花，对吧、啊？哎、欸，红月，我问你哦、喔，不是红月老师，我问你哦、喔，可不可以拉两个人再进来啊？不是拉两个啦，应该可能也要拉陈夜进群吧？就是想问问啊，或是可不可以拉进 DC， 这样会很困扰嘛？因为有时候可能跑图，然后有人不小心脚太滑，滑到地图外面还是什么人不见的，可以及时讲。没收是付的意思吗？就是我欠老师贴纸的意思吧。Switch 跟手机是一样的伺服器吗？是吧？因为他手机可以绑 Switch 啊，你用手机现在有个右上角的齿轮嘛，然后他有个账号里面有 Switch， 我给我。哎、欸，没有签到，没有签到！哎，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现在在干嘛？没事，干嘛？海底摸月，你没插 DC 可哦？好啊，你确定哦？那晚点问月光跟汤包有没有想要进来。晚，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就是用语音讲，然后即时讲，因为可能我在跑图跑的过程中，可能我断掉了，然后我在剪片不知道，可能我就需要有人提醒我这样子。
好啦，回家啦。说这个鹏鹏，鹏鹏是谁？是五月。对，他是五月。你也没在 DC 干嘛？你那你想在 DC 干嘛？看不到啦，欸，五月，欸，你前面的左手边那个叫做月光，右边的叫做汤包，然后他们在跟你打招呼，虽然你看不到。意思回家加好友啦。请问排谱下载后会在手机的哪？手机？你用手机玩哦？第一个是男朋友，白痴哦。哎，优花，你帮忙复制连接好了。有话你帮我讲，跟他们说复制连接给五月加好友啦。为什么没贴纸？这老师真的私心很严重哎，我要抵制他。司法不公。老师还我牛。然后老师的诗有没有？司法不公。嘴里在吗？哈，你厉害。是说我的好友内除了三个会讲中文的，其他都要英文沟通。哇，好辛苦哦。哇！现在游戏里面有两个在放闪。五月，于娜想加你。哎，不，那个于娜，你在五月不啦，五月有在那个啊，有在 DC 呀、啊，你去不啦啦啦啦，有在 FB 群啊，你去幼稚园里面贴啊。优化老师有说在 DC 放了个文字频道，我们可以在那边贴东贴西了。好，准备抢房了。感谢 Momo， 感谢繁星，感谢夜蓝风色，感谢小乐，拜拜咯。我要听到，对不起，对不起。
鸡，那个栗子讲李吉亚的那个，等一下让你进来好不好？等一下一定让你进来。抱歉，他太快了，抱歉，我道歉。那个英灵吗？换什么英灵的对不对？抱歉，又花断了啦。没关系啦，你不要这样笑好不好？没关系啦，很恐怖哎、欸，要死人了！那、啊、怎么优化回来了？怎么那么会回来？哦、嗯。八波，好啦，你们交友现场，啊。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星盘上面有脸书，然后嘞，下面一个问号，那个是什么意思？问号，我也不知道哎、欸。有能回答吗？老师回答一下，老师。剩一张，对啊，老师为了看，老师为了解答同学的问题，特地上线了。有没有看《鬼灭之刃》？你猜啊？你猜猜看啊？我对啊，我说肚子痛啊，我说我可能会站。你们干嘛？现在是学他吗？我要去。
为什么你不要？你不要可以给我啊！很棒哎，为什么你不要？可以告诉我吗？哎呦，来了来了！我是长裤，我不能长裤哦。你进不去了，哇！我们要换分流了，我们去找优花。不置一色吗？怎么置啊？不可能置了啦。怎么可能置？混一色混老头不好吗？优花过不去啊，优花。白痴哦，这刚被打掉了哦。哎呀，呼呼呼呼呼呼，哇，过不去。结束了，你开抢了，感谢感谢位牌。你看啊，这也是很香的牌啊，这一色不可能啦。刚刚是他吗？那个。记得离开哦，他哦，过不去，我差点把汤包打成汤头，你别再改名啊，汤头。等一下，老师讲什么？
真正过袂去，真的过不去。抱歉了，我的九种九牌，但我真的很想害人，害谁？可是幽花你们可以过来了、欸，人变少了。哇，九种九牌很香哎，香哎！七，彩鸟安安，哎、欸，我重开游戏哦，我是说光遇啦，抱歉。哦，你没过不来哦，哎、欸，五月重开哦，重开游戏试试看哦。场外房29994，29994，听到的旅客。准备打击打错章，哎、欸，好像也可以啊。哎、欸，我会回来了，我又回到五月的身旁了。对啊，才能有没有开 BOSS 房啊？嗯哼。嗯哎、欸，可恶！哎、欸，五月我进来了，你重开。五月你重开，五月你重开再进来，连进来看看。可是这边好多路人，一二三四，我的天！欸、忘记你名字是什么了，小虾哦，想起来了，小虾安安 ，On Nano Days， 五月你可以吗？
你刚刚跟芝芝还有 HT 打好几场了，哇哦！芝麻难道得是3700？他有兔兔哎、欸，是他贴给我看，我才发现他真的有兔子。我那时候不知道，制作在灰夜姬身上。哎呀，真的是。听说这时间爱情没有条件，来播预感，五月过不去，五月过不来，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八个人了呢，哎，我们这边八个人了，不好意思，五月你，哎，我们先过图让五月过来好不好？哦，你要跟老师黑糖跑，好啊，好啊，好啊。他说要跟黑糖跑。好啦，有人陪就好了。怕是怕没人陪。我先把音乐关掉。你要换回来，走啊，换衣服啊，换衣服啊，嗯，听说这世界爱情也有条件，分开会先，点。リチなのです。嗯。哎、欸，有机会。どんなのです。丸子，你杀人啦！三宝牌。哈哈。杀人的断腰酒啊！各位要换衣服吗？我觉得这制服不错啊，你每次都还在杀人，我的天哪、啊！好啦，感谢大才，感谢爆豪美术，感谢 Ryu。哎、欸，刚是吗？我踢咯。你是？哎、欸，他是刚刚的吗？每次都被飞，不哭不哭，不要哭不要哭。找不到发型，找不到发型，我找不到发型，我找不到发型。我姐又传什么图片啊？
你的九连。他不见了，我断掉了。你们是场外在那边聊吗？你场外聊到这边，我真的是很怕哎、欸！我想说，什么没牌了吗？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啊碰！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谁知道啊？每次我要抱我家兔子都被咬一口，你是知道兔子怎么抱被咬，还是不知道才被咬？兔子个性，因为每个兔子都有它的个性啊。像布布其实不喜欢被外人抱，可是他只要给医生，他又很乖啊。医生知道怎么抱，可是就是有那种不认识的人还是怎样想抱他，什么布布就会有点生气，有点凶。你们要知道、哦，他是 BOSS 哦。他被我称为平和 BOSS， 才鸟，你比较凶哦。你看平和怪兽，感谢。感谢才鸟，感谢白秀秀，你又来送了。还有感谢 V I I V A N King， 一楼，哎、欸，你进来了，睡啦睡啦睡啦，这就飞了，对啊，他每次打牌都是暴击的那一种啊，暴击撑到100%的啊，没有打巴掌是。他真的比我痛哈、啊！我每次跟柴鸟玩，哎、欸，柴鸟力道控制好，还是平和怪兽啊？有没有很有道理？加平和怪兽，合情合理，对不对？白鸟的手掌，我柴鸟啦，白鸟，柴鸟，平和战，我可是我很少，我也很想平和啊。好了，柴鸟，这边试完了，该开场外了吧？傻小，我如果他牌很大的话，我要剪一下精华哦，太丑了吧，太夸张了吧，25000有什么牌？24000的牌，24000有什么牌啊？溢满，累积溢满，不是累积被被满吗？没有，除了他是庄家，庄家也才两那个啦，2.5%不是吗？不，1.5%，怎么2.5%？
三倍嘛，你合什么牌，请你在聊天室打一下，你做了什么事。快点，我好好奇哦。哇，你血被捧回来了耶，哇哦，我才注意到他刚是零耶。你才碰碰胡，怎么那么痛，中了李宝牌哦。三暗客碰碰胡，哎呦，没事，血补回来了就好了。我还想说，啊，每次跟繁星玩都那么容易死，啊，不能怪我啊。白板发财，三暗客碰碰胡，立直一发，立直一发，白发。三暗客碰碰胡，然后鸡宝牌，冰桃，我们两个慢慢玩。我要先走了，嘿嘿，嘿嘿。分数表我当然也是记不住啊，所以我很佩服那些记好分数表的那些大大们。欸，对耶，又是双等于耶。嗯，等一下，这样不好剪片，不好意思，你回去。我的葱，我的葱在他手上。你这是三暗客吗？我感觉像四暗客。哦，真的是上岸嘞！我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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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你在？欸，他的牌也太爽了吧！天啊，谁换给他的啊？不要说是我，我不认哦。菜鸟救我，来制裁他！菜鸟，我需要你！菜鸟，我被欺负了！欸，屁嘞！我换的，阿怀养他，我的天！我们在打三人马，欸，只是棋手真的很不顺，欸，哈哈。你任务还没打，打，赶快打。哦，我的右下这边好友不断的上线，挡到的画面了。
樱桃，我们再来好好的玩，这次是真的。房规，我怎么又骗人了？回家了吗？好，给你爱心。你家的兔兔还很色？不是啊，兔子就是整天是发情的生物啊，你知道啮齿类。哎呦，我的手机！哎，他刚听什么啊？就只是双粒子吗？这牌怎么打嘞？那个樱桃，我们来好好玩吧。嗯，七，不该碰的，糟糕了！哇！不是公开手牌，就是，哇，真的是很厉害呢。欸，为什么要打我？奇怪。那其他人呢？油华。哇，你都在吸他的血。欸，他的血都是被你吸干的呢。谁要啊？新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你把他的血吸得干干净净的哎。哎，我在打他小，我牌怎么越来越小了？练回来哦，好。你还有，欸，对耶，在东三局，好，叫我怎么打？
几百几百几百哦不一千多两千多啊好恐怖啊好优他赶快去忙吧啊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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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这样子走开啦不要了机敏安安哇发财很亮耶拜托不要是我拜托死了不要是我哇樱桃我们要好好玩的呢哎、欸，这局结束就没有咯晚点，可能我才刚养没几天，所以不了解兔子。你可以跟我讲说你是怎么抱兔子的吗？我有点担心哎、欸。你知道兔子你要手去捧着它的胸，然后另外一只手要撑着它的屁股这样抱起来吗？它们的骨头是很细很脆弱的，所以很容易你可能弄痛它，你不知道。我开始有点担心，为什么你家兔子会咬、会攻击你了？不用哭啦，明天应该不会玩的啦。明天搞不好跟喵他在打 BOSS， 我们要去挑战很刺激的王，名为犹大的王。没错，就是圣经那个犹大。傻眼，傻眼！哇，死掉了！先把喵哈支开。不可能，因为那只也是我想打的 BOSS。犹大啦，什么犹太犹大，就是那个啊，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个，哇，这一把大家都很凶呢。好喽，今晚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晚上的收看，快走。好啦，就这样喽，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咯拜拜拜拜拜拜。再去看一次我的影片吧有新的片头跟片尾哦。大家晚安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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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可以去看他集团团音乐的台哦。